可能就是想摆的，有点随缘了就，就完了，被反杀了，这是谁呀？骄阳，哎呀，裂开，瞬间一波刷屏啊！对你根本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对的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大概率能捕捉到第一个倒的第一个没的人是谁，但是我们捕捉不到全部。但是你要想想看，如果在 rank 局当中右上角一，对吧？我看到还又有龙死根，又有龙死根拳击管理。哎呦，龙四哥杀出来啊！我南哥他们进老好玩了，我南哥刚说完被 pick 男带走了，贵，这个时间也不长，对吧？啊，这一枪没死啊！哇，十级兽，十级兽，男的刚才那一喷的居然半血都没有喷死，哎，二磊来了，天天啊，听说你是 M16，我找你来了，跳着又一喷啊，这直接一喷啊，把王子带走了，是的。好，皮克曼也没了，小童回马枪应该是，小童应该是第一时间没跳这个拳击馆，他我南哥活不过几秒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哎，是的，民宿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打了一个运气啊，有点策略，还是要打的。Summer 他其实不想做莽子，他想在这种可操作的楼型里面做一个防守的姿态，然后不断的挑衅你，知道吧？引诱你过来攻我，小叮当身法敏捷。左右勾拳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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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了，有暴击吗？哇，看见啊，哇，小叮当，精准的一拳啊，打头，贵，这暴击，捡上了这个粉红色的背包，是来自于周品言的粉红色的背包，怎么敢低抛？这是一个低抛吧？哎呀，林树没了，永远那边也是带走了菠菜 ，form 两位选手双双开火，成功同时发到转换道具，可不可以？这波换位置，注意！哎呦，漂亮啊！这波，两这波从上面跳下来之后，其实王涛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但是后续听到声音之后赶紧退啊，知道对上了。但是你旁边没有明明啊，来了！哇，匆匆一直在乱，不是有点裂开，完了呀！强、哎，果然绕着就回来了，蹲了半天，匆匆，结果匆匆绕过来之后把贴贴过来贴贴了。好，看到，哎，这几下，哎呀，这子弹去哪儿了？都打在什么地方了？这个是的，确实，现在这几块铁板是不是有很多洞？小洞洞，三位来了，一听你们这个全是 M4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闪身过去，一喷，这，哇，这，他这个喷子使的，真的。可以啊，相当主要是位置判断太精准了，太精准了，这个位置判断天赋，他并不是说我这换一个耳机我就能跟大家一样就听得那么精准。嗯，还有就是你这个游戏其实玩多之后你会，哎呀这一啊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这波他感觉这没被闪到吧？感觉这进去之后怎么不往这角落看呀？嗯，可惜。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反面这个教材。不是啊，这是哪个队的？听错了。不是，这是哪个队的？二十号选手是哪个队的？没用对标 ID， 也不萨萨也有喷子。哦，原来是麻木选手。这个我们赛前完全不知道啊，因为比如我们才知道。嗯、哎，我这两枪喷的剩应该就剩一滴血。蓝圈伤害助攻，他现在已经被这两次栓狙打的心态崩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感觉走在哪里都有一个栓狙瞄着我，我已经不敢露头了啊！小北也没了，被112的哇，112这移动把的 AWM 直接带走了。小北，是的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近点这一波对位啊 ，DJ 这枪大金，哇，又被反打了，大金，这个喷子，敌我双方的喷子，看到没？敌我双方喷子这个伤害，对 ，DJ 可能刚才。哎，等半天了，嗯，明明就是在等你露枪，在找薄凉的位置，是他整了一个这个小摩托，越野摩托，哇，这几枪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贵，他直接小过来了，啊，这过点这不打吗？打一枪，啊 ，Lion KK， 这次是没有。没有栓狙了，但是这个连狙也受不了啊！这连狙不是，主要是狮子，它每一步来自于前面的露露，一波跳射，很帅哟哈、哎！
但是没有什么用。露露气势好足啊，怎么就飞进来了？对的，这种感觉，第一下是20滴伤害，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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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砸身上了，这个 timing 真的是，火猴，永远我就关个门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跟你打这个进攻的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暴力火猴。还要以人家吧，幺二，哇，这可能追踪导弹，哦、他已经跑了呀。二哥，这波是什么雷和？那能下来？就怕这个脚下的人在等啊！两个人已经开始钻雷了，互相撇雷。哇，哇这雷太准了，太准了，只能说太准了。三头三甲，围点打圆啊，围点打圆。完了完了，听不见声音了，这波完了要出手、哦，哇，还是明明。哇，这他能赢啊？这。